今天收了几千斤的纸皮啊，你看一大车，这里还没有收到三分之一呢，还有三分之二，继续努力干。好累啊，这些都是废纸啊，看出了一身的汗。肯定累啊，重的就你们搬，轻的就我搬。大家都在评论区叫小花草根注意防暑多喝水啊，在这里了。